咁嚟到九霄观啦，咁啊当然我哋要周围参观下啦。咁都知道咧，九霄观咧好多珍品啊。咁麻烦陈道长咧同我哋介绍下咧，我哋啲道教九霄观嘅一啲珍品啊，唔该晒。哦，咁都叫做人哋啲纪念品啦，珍唔珍品就见仁见智啦。咁啊，譬如好似呢个就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局送嘅。清明上河图呢、這个是金箔嚟嘅，咁、另外咧就有嗰个由我哋茅山祖庭所送落嚟嘅金本道德经，传世经典吓。哇，系哇。咁另外一个亦都系中国宗教界嗰次系贾庆林会面嗰阵时咧，上去送嗰、那个纪念品嚟喺北京嗰度。咁下边嗰啲，咁下边呢度咧就。江苏省我哋茅山道院有七珍楼开幕嗰阵时咧，佢就有一个纪念品送翻，因为当时我做剪彩嘅嘉宾。啊，即系呢个樽啊，呢、這个花樽，即系呢、這个花樽，系类似花樽啊。因为上去太多庆典，有所都唔记得边个活动打边个活动。咁啊，有时呢个就系我哋呢度就系嗰个神像开光做嘉宾剪彩咁送嘅纪念品。明白明白。咁呢封邀请函咧就系、是、由我哋茅山祖庭嗰度寄落嚟嘅。因為當時得知我哋在香港嗰度咧，就弘揚緊茅山呢、這個，就邀請我哋一起上翻去大家共同去可以合作交流。明白明白。咁就下低嗰啲咧，大部分都係啲紀念品啊。都記得咗啦，咁啲就是、太多係啦，有太多活動啦，陳道長。變咗有啲江蘇間道歉，嗰啲中國道歉啊，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嚇。明白。有中間嗰個銅杯咧，就係嗰個係南京武漢大學啊，武漢大學個教授咧。中間個銅杯哦。佢特登送嘅。明白明白。咁啊，送過嚟嘅。明白明白，哦，唔該曬啊，陳道長啊，真係好多好多靚嘢啊，估唔到咧，個道教金書館咁多嘢睇咧啊！